老板说要把表妹介绍给我。你干嘛？我人穷志不穷啊。你想什么呢？家里今天来客人，保姆请假了，你跟我回去打扫卫生。凭什么呀？我是公司保洁，又不是你家保洁。双倍工资。那也不行啊！我会为了这点钱就出卖我的灵魂。好吧，我表妹要来，本来想让你去了介绍你俩认识，不愿意送。表妹要来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衣服啊。Later。你停车停那么长时间，我都快憋不住了。那你不用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远程开门。哎，我手机没信号啊！哎，你啥时候换的锁啊？这么高级还可以远程开门？就是德士曼月光宝盒 Q8F 3D 人脸识别，不带钥匙，刷脸秒开，九种开锁方式，花样解锁，远程开门这种不带花销。验证人脸。Hello， 高德吗？高德，哎呦憋不住。哎呀，怎么样，收拾的干净吗？嗯，还不错。下次你再来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我提前给你临时密码哈。下次？哎，不是你表妹怎么还没来啊？不是你不是骗我来给你打扫卫生吗？我才没你那么小人呢。不是，那你这就来了。妈妈，妈妈呢？不是，你这什么情况？你表妹还带个孩子呢？你瞎说什么？这是我表妹。妈妈，叫哥哥。